哎呀，真不愧是天边草原啊！更美的风景还没到呢。啊，回来有啥用？啥时候走啊？我这次啊就不走了。您放心吧，我会回来的。哎呀，不是你，是你们。 奶奶这一生啊，是不会离开大草原。草原有我的鹅子，有上海3000多的鹅子。为什么湖水看起来是粉红色的呢？就是啊，小凯他妈有点舍不得儿子。 当时啊，我们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。你说的对，这个地方的确很干净。在经济里和环境保护，我们选择后者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你们坚决的站在一起。你们我思念有多遥远？情与太阳往哪一抹拉？这绿色的柔软，深深的呼唤，远方的你啊，可曾听见？